可以。听说一会儿韩少爷要来。哎，你多少是个艺人，表情管理控制一下吧，白痴。拜托，哪个女人能拒绝多金又高颜的韩少爷啊？那和影帝楚墨比呢？那还用问，我两个都要。今天终于能见到东升集团的少董了，听说他本人长得比女人还美，再加上敦厚的家世背景，想要。机会来了。韩总来，确实帅，可惜是个瘸子。哎，说不定还不行呢。行不行你试过？我看行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脚崴了。不必麻烦了，少爷有洁癖。作为一个艺人，在这种场合都能崴脚，你的职业生涯也到头了。你，不好意思啊，韩总，不好意思，过来。也不看什么身份就想往上攀。至少我试了呀。啊，怎么样？哦。东升集团少董事长韩东来再度大手笔融资天宇传媒，双方达成战略合作。你还好吗？妈妈，我见过他。可乐，你怎么会见过他呢？经常见啊，在妈妈的画册里见的。妈妈，他是不是可乐的爸爸呀？不是哦，而且妈妈画的也不是他。哼，明明就是。妈妈，我渴了。渴了呀？可乐，那妈妈去给你买喝的，你在这等妈妈好不好？嗯。看好你的小书包。嗯。啊，气球。可乐，快看，想喝哪一个？可乐，可乐，你好，刚才这有个小孩，你看见了吗？嗯。可乐，可乐，可乐！哇，是画里的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可乐找着爸爸了。哪来的孩子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可乐要找爸爸。停一下，告诉叔叔，你妈妈呢？可乐把笨妈妈弄丢了，完蛋了，可乐不记得路了。你叫可乐？嗯。少爷，董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吧，你留下来帮他找妈妈。可乐要跟着爸爸走。他不是你的爸爸。你骗人，他就是，他就是。好了，你可以跟着我一起，但是你不能碰我。你好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这么高？这样，这样。没有，没有办法。可乐，可乐，你好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，刚刚在这里的？啊，没有，长这样，没看到吗？停，你别碰我。沐晨，联系他来公司接孩子。可乐，喂，啊，是是是，对，可乐在哪儿？东升集团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到，谢谢谢谢。东升集团，东升集团，六年了，怎么会这么巧？你好，我来接我儿子。那个小朋友家长对吧？他在休息室。哎，前面左拐，喊什么呢？林小姐来了。刚少爷带回来一个小朋友，他妈妈来接他。小朋友？嗯，谁家的小朋友？这就不知道了。
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坐轮椅啊？叫叔叔。明明是爸爸。叔叔，好吧。可乐，可乐，妈妈。可乐去哪了？吓死妈妈了。可乐不乖。可乐给妈妈说个好消息哦，可乐帮妈妈找着了。可乐，走，跟叔叔出去玩玩具。走喽。好久不见了，钟小姐。你的腿。对，如你所愿，我变成了残疾。再见了，我很庆幸吧，不用照顾一个残疾。可是林夏曦答应我会治好你的。够了，你当我是忘了六年前你怎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离开的？对不起。又是这张楚楚可怜的脸是吗？说，带这个孩子回来什么目的啊？我带孩子回来只是为了看病，看好了我们就走。说，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你放开，放开，疼！怎么？你是想试试我这个瘸子的腿有没有知觉？不是，还是想试试瘸子还有没有反应？不是，不是，东来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求求你放过我！求我？六年前我求你的时候你答应了吗？紧急播报引导气象系统，新一轮的暴风突来席卷我市南部，绿口地带有可能出现逆风阻挡，消防部门应采取紧急封山行动。怎么办？出行市民务必分不清森林的方向了。好冷，我好像迷路了。小玲，小玲，下山的路在哪？在哪儿啊？房子，小玲，小玲，有人吗？我被关起来了，可以救救我吗？小玲，小玲，小玲，东来，东来，东来，小玲。小玲，你没事吧？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你等着，小玲。后来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没事了，我们回家。走吧，小心，我牵着你。小心！东来哥哥为了救你，被大石头砸伤，腿都要废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求求你一定要救东来。你也知道我们林家和韩家是世交，我爸爸一直把东来哥哥当未来女婿，知道你们订婚的消息他本来就很生气。现在那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小诗，东来哥哥，你终于醒了。小玲，你快让我看看你有没有事啊。我是来跟你道别的，我要走了，大城市还是不适合我，太危险了。什么意思？分手吧。小玲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。你没听清吗？我说我们分手吧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根本保护不了我。况且你这次的伤，以
怕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吧，韩少爷。闭嘴！你给我滚！我滚出去！姑姑，你也太狠心了。东来哥哥都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，能不能恢复还不知道呢。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康复，所以才要分手。我可不想下半辈子都照顾一个病人。你够了！东来哥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林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没什么好说的，再见。小林，小林，我求求你别走。东来哥哥，东来哥哥，小林，我求求你别走。小林，你别走。我叫医生。小林，求求你，小林，小林，求求你别走。东来，原谅我。东来。呀，这就是东来哥哥捡回来的小孩子啊，还挺可爱的。我才不是捡的呢。好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妈妈和我说过不能和陌生人讲话。还挺傲娇的。少爷呢？还在休息室吗？少爷他林小姐。东来哥哥，